那么这种大慈悲的悲愿，大慈悲的行持，是得力于佛的教诲。可是我们是凡夫，烦恼习气很重，常常把佛的教诲忘掉了啊！自己里面，内心里面，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啊，外面这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的诱惑，这个力量很大了，时时刻刻我们把这些善心善愿呢忘掉了，随顺物缘，又起物念，起贪嗔痴的念头啊，跟着外面诱惑走了，又造罪业。谁来提醒我们呢？唯有靠佛菩萨形象。所以为什么这个祖师大德劝勉学人，学佛家里头一定要供养佛像。供佛像的目的何在？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用意在此地，不是把他当神明来膜拜啊，祈求他保佑你升官发财，不是啊，那就真正搞迷信了啊！你要供地藏菩萨，时时刻刻提醒你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时时刻刻提醒你要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一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无量功德。那么这是第一个学佛人来说的，那个不学佛人来说呢，利益也很大。佛法当中常说，听佛菩萨的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无论你是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佛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赖耶识里面。耳闻有这个利益，眼见同样的利益，你眼睛看到佛菩萨的形象，看到书写的佛菩萨名号，那是业力眼根呢，也是永为道种啊。这个利益，这一生当中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缘呢，他这个种子就起现行，就管用了。这是说对于不信佛法的人也有殊胜的利益。所以你要说今天全世界哪个人不学佛呢？我看到各个人都学佛，我看到欢喜啊！我看到是基督教学佛了，天主教学佛了，伊斯兰教学佛了，犹太教学佛了，都学佛了。为什么？他口里头都知道佛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天主教带头。现在听说基督教的牧师都看大藏经啊，你说
这个善根种下去多么深厚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外教的这些信徒啊，牧师阿红，我都获长成菩萨了，他是真菩萨，不是假菩萨。我们这个形象，他一见到那个佛的念头，他就生起来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出家人功德很大，啊，破戒的功德都不得了啊，你都没办法比啊。你这个形象出去，人家心里的佛菩萨的念头怎么会生得起来？生不起来啊。可是我们头一剃穿上这个衣服，走到哪里去，就能叫一切众生心里面生佛的念头，生菩萨的念头。所以外面走一趟呢，多少人种了善根呢？啊，这出家人为什么称三宝之一啊？宝就在此地，啊，谁能比得了呢？持戒破戒那另当别论，单单就是讲让一切众生升起这个佛菩萨的意念，这一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你要果然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地方注意，善男子善女人，他塑造菩萨形象，心愿之广啊，无量无边呐，这尊形象度一切众生。他修这样殊胜的功德，是100次往返33天不得卧道，这个利益不算太大了，啊，跟他的修功相比，啊，他应当得到啊。我们还有什么怀疑呢？所以理明白之后啊，看这个事就不怀疑了。前面超越30劫罪，这个地方100次生33天，33天是忉利天的享天福啊，啊，不堕三恶道啊，这是塑造菩萨形象之福。这下面他还有一福，假如天福禁锢，天上的享福啊，享尽了100次，这个100次福享尽了，他还有余福。这个余福啊，下生人间又为过往啊不舍大利，到人间来啊，还享人天的福报。人间福报最大的，在古代的帝王啊，所以今天一般人不肯深究其中之理，迷于民主啊。大家赞叹民主，现在潮流如是，我们反对民主那还得了吗？其实真正有学问的人，他将古代这个帝制跟现在民主制度做一个细细的比较，
地质那个时候好处多啊，民族立业了比不上地质啊。诸位如果是细细的去读历史，细细去观察，君主固然有弊病啊，民主里面就没有毛病吗？固有利弊，你要用很冷静的头脑啊，去思维，去观察。这个世界要找一种制度，只有利没有弊，找不到啊，不可能啊。再好的一个制度，儒家说得好，人存正直，人亡正义。总在人为呀！佛家讲的，人能弘法弘道，非道弘人呐！佛法确实真的是究竟圆满，但是弘扬佛道也要靠人呐。如果这个人没有德行，他弘道这个道就变质了。道本身没有过失，到他手上就变成有过失了。这些道理决定不可以说人云亦云，我们听人家说要仔细去思维。在古代我非常欣赏古时候的制度啊，这一点也受方东梅先生的影响啊，方先生是最佩服的周礼，他前后啊曾给我讲过十几遍，周礼是全世界古今中外最好的宪法。周礼是周公定的，周朝后代的子孙如果完全根据这个法去做的话，不会亡国。制度太完美了。方老师说这话了，目的是希望我去读这部书啊。可是这个书我翻了一翻，翻了几页之后我没读。这个三礼里面我只读了礼记。周礼跟仪礼我都没去读。因为以后学佛了，对于这个政治没兴趣了。那么《礼记》里面所说的东西，许许多多与我们戒律有关系，这是值得参考。
那么到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啊想的这一套方式倒是很好，非常可惜没有人能够继续他，把他发扬光大，这很可惜的。孙英先生读书是读，确实是广学多闻，对中国国学他有很深的造诣，对于西方的这些知识他相当丰富，所以他想出这个方法了，是采取君主跟民主的优点，避免呢这两种的缺陷，他是这么个理想，所以发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一党专政，所以他心目当中不是多党政治，是一党专政。这个一党怎么来的呢？代替古时候帝王的一个家族，古时候帝王统治这个国家，他是一个家族统治啊。我们现在用一个党，把全国的有智慧的人、有才干的人集中在一起，我们来统治这个国家，一党专政。这个就是有君主的这个优点，采取他的优点。那么他用五权宪法，用这个达到这个宪政的目标，这是采取民主的优点。他构想想得很好啊。所以可惜他老人家死了以后，谁懂三民主义？我常常给他叹息啊，好东西啊。那么他这个根本的原因是在讲说他一生劳碌奔波，满清推翻之后没有几年他就过世了，他的寿命太短了，如果他能够多活20年，那个影响力就会很大，而且最重要的归根结底还在教育。中国古圣先王建立一个政权能够绵延几百年，他成功的因素在什么地方？在教育。所以汉朝政权是汉高祖建立的，可是到第二代汉武帝就建立了国家教育的政策，他这个教育政策建立之后，中国虽然2000年当中改朝换代，政权的转移和教育的宗旨始终不变，这个很妙啊。汉武帝定下来之后一直到满清都没改变，这个也是很不可思议。所以诸位想想，这个教育宗旨要不是很好的话，后代的帝王为什么不改变它？这个教育就是伦理道德的教育，推崇孔孟，以孔孟的思想作为中国教育的主流，再配合诸子百家，以儒家为主啊，
所以教育是叫什么？叫伦常啊。换一句话说，教你懂得人与人的关系，这个成功了。知道啊，夫妻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是君臣，朋友的关系，你才能做一个完美的人呢，才懂得做人呢。然后再教你人与一切万物的关系，又用现在的话说，你才知道尊重自然生态，保护自然生态，使我们生活环境过得更美好。最后给你教给你是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是中国2000年来教育的宗旨方针啊。所以人与人间有深厚的感情啊，有道义啊。现在这个教育也是不讲了，舍弃掉了，把西方的功利主义拉来，这个不得了啊！天下只有大乱，不可能有成品。为什么呢？每一个人都争利，还得了吗？争名夺利，不惜任何手段，这个世间还有太平日子过吗？今天西方已经感受到很大的冲击，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他们现在在思维，在研究中国的东西。所以美国几乎每一个大学都有汉学中心，他们认真在研究中国古老传统的东西，在研究印度啊出这个古老的东西，希望在这个里面找到一些可以挽救现在社会的这些理论与原则。所以现在如果你对这些东西粗粗懂得一点，你到外国这些大学里面去讲解，非常受欢迎啊。我知道的很浅显的一点点皮毛啊，可是我在外国这些学校里面说说都非常受欢迎啊，他们听得很稀奇，闻所未闻啊，哦，中国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可惜没有人去介绍啊。这一段经文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提出几条很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塑造佛像要用恭敬心啊，要用敬财敬物，表虔诚恭敬的，才能起感应道教啊！才华，你看看古时候的人，现在人家很少了，画这一尊佛像，画佛像之前一定净身，净手啊，洗得干干净净的，穿上干净衣服，有能力的一定换上新衣服，
啊，没有能力的洗衣服一定洗得干干净净，表恭敬，所用的纸、笔，啊，绝不做其他用途啊。画佛像这个笔就是画佛像，决定不会拿去写其他东西，专用啊，都是表一个恭敬。啊，所需要的财物，这个钱财、进财啊，是自己本分里面应该得的，啊，决定不是用不尽之财，不，我不应该得的，啊，不是我的钱，我用其他的方法把他骗过来，或者威胁让逼得他不能不送来，这种钱财叫不尽财。清净心，清净之物啊，来造像啊，啊，那么这个地方，在三十二面，啊，诸位现在有这个本子，三十二面注解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我念给你听：又不许造半身像，善相不起，堕落生死。希望大家了要注重这一句。现在有很多地方供佛的半身像，菩萨的半身像，还有地方是供佛菩萨一个头，供在那个地方造罪业，这个果报一定在地狱。供佛的半身像一见罪业就不轻了，堕落生死没有功德，所以画菩萨的形象也要画完整的，也要画全身像，不可以画半身像，无论是坐着的像、站着的像，都要全身的，这个要特别注意。我们照人的像可以照半身，没有问题啊。佛菩萨像绝对不可以，人的像可以照半身，你说哪个人像照一个头脑袋，其他都没有了。这个在我们风俗习惯里头要最不吉祥啊，脑袋被人砍下来了，哪可以这么做法呢？是这个不可以的，所以我特别在他这次里有这么一句啊，特别提醒诸位同学。注解里面，他引用《造像功德经》里面的一段话：若人临终，在这个三十三面第二行，第二行最后一句，造像功德经云：若人临终，发言造像，乃至如末功，这个是末，大末就是造像啊，说那个像很小，那么像那个大末那么大，这是很小了，能除三世八十一劫生死之罪，有十亿功德。那么造这么小的像都有这么大的功德，何况造大的佛像呢，菩萨像呢？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大概现在有一些人看到这个，这个话
都比赛造大佛像啊，比赛造大菩萨像。那么他们造的这像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功德呢？看看前面，如果是不敬财啊，那就没有这个功德了。所以造像一定要衡量自己的力量。勉强聚集许许多多的不净财啊，这个像造的就不如法了。所以造像是大家都能造啊，所得的功德了大家不一样。那个不一样是你造像这个发心。你的起心为什么动这个念头要造这个像？你的动机何在？如果这尊像确实是给一切众生种善根的，启发大众啊孝思的，这个功德就很大。如果这个动机是为了庄严我这个道场，显示我比别人道场更殊胜，那这个就里面有高下心了，佛家叫高下心了，这个有点像竞赛一样，这个心就不好，这个心是好胜心，好胜心纵然有很大的功德，像是落到哪一道道呢？修罗道，修罗道，《楞严经》上告诉我们呢，福报最大的天阿修罗，其次的人间阿修罗，再其次的畜生阿修罗、恶鬼阿修罗，这个四道都有阿修罗啊，只有地狱里头没有阿修罗啊。所以阿修罗在哪一道，就随着这一道去称呼。因此佛经里面常讲的五趣，五趣不说阿修罗，阿修罗在哪一道算它是哪一道。说六道呢，是单指天阿修罗。可见得了，佛经上常讲因地不正，果招愚曲啊。我们最初那个发心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所以真正的造像是广大佛法，利益众生，这个功德就大了。他这个下面讲的十一种功德都列在此地，每一种功德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的因缘，一定要跟因缘相应，缘相应呢，有因必有缘，后面才有果报。第一个是事事眼目清洁。为什么眼目清洁呢？常常看佛菩萨形象嘛，就得这个果报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居家啊，居士们住家，家里面呢，你布置你家的客厅，不要挂那些花花彩彩的，没有意思啊，也不要找一些名人字画，都是扰乱心情的。挂什么呢？佛菩萨形象。
客厅里面四面都可以挂，无论坐在哪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佛像。好，一心念佛，如果是专修净土的，说实在话的，这个佛像选一尊，四面都挂同样的佛像，像我们现在居士林的念佛堂，全部都是挂的阿弥陀佛的像，好像挂了有一百多张，有一两百张我看到，无论你头转在哪个地方，都是面对阿弥陀佛。在这个里面修行，眼目一定世世聪明，得眼目清洁的果报啊！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第二，生出无我，这一生当中是我们前世造的因嘛，我们所受的果报嘛，这一生当中我们修的因殊胜，来生后生决定生到很好的环境，没有见不到这些恶的形象，也听不到恶的音声的，这是福报啊。第三呢，长生贵家，贵是尊贵的人家，尊贵的人家不一定是富贵，不一定是富有，有德行啊，这尊贵啊。你生到这一家了，这个家里面父母祖先都积德，好善积德，你生在这种人家了，这是感应道教，自己心行善，一定善与善感应。那么虽然佛在经上说，父母与子女有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是一个原则。过去生中借的这个缘太多太多了，换一句话说，可以做父母做儿女这个缘很多，那到底选择哪一个来做父母呢？与这个善恶习性有关系，如果常常看佛像，常常称佛名，他选择这个缘一定是善缘。第四，深入紫摩金色，这是形容身相之好。六根完备而没有缺陷，身相好。第五，丰饶真万，那么这是说的富贵了，你的生活富足，如果生活不富足，不可能有这些真万。这个真万里面所说的范围也非常非常的广泛，好德好善的人家绝不把世间一般人看的这些珍奇稀有的东西收藏这些珍宝，
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家收藏典籍。他在这个里面去享受，那么像现在这就方便多了，像印刷书方便。在从前哪一个家庭能够收藏一部大藏经？不可能的。古时候这个经典就算民国初年还是木刻这个印刷的，那个印刷不是油墨，松烟呢，大概你们都没见过了松子的烟现在金陵刻经处已经用油墨了，不是用松烟。古时候那个本子，那个本子你看那手一摸，手上就有那个粉一样，黑的粉一样，松烟一张一张去擦了，去刷了刷一本书要像这一本地藏经，恐怕一个人要用一天的时间一张一张的刷然后再装订再把它切整齐，很不容易所以这个书本的价值就很高不是富贵人家买不起，数量又很少现在方便了，就照相制版可以大量的印刷流通在民国初年，那时候我知道我们家乡好像安徽省呢，这一个省听说只有两套大藏经，还有一套是残缺的两套完整的，一套残缺的，好不容易一般人要想读经要到寺庙藏经楼就借出来，借出来不能借出去的只能在藏经楼，藏经楼像图书馆一样借出去，你需要你抄，自己手抄抄完之后再送还，藏经不出门的现在印刷术发达，这个字缩小了所以一部大藏经像龙藏我们现在印出来的160册价格低廉自己家里都可以收藏珍宝四库全书虽然太大了，但是四库混要就方便多了在古时候只有帝王才能收藏才能享受现在我们民间也可以了台湾翻印的四库会要一套卖这个台湾钱卖50万呢这个价格就相当低廉了分量精装本500册相当于3-4套的大藏经珍宝这是值得收藏的自己可以受用可以教导下一代所以丰饶珍万呢不是在些古董玉器那个东西没有什么真正的好处真正好处
是这一些典籍啊，古圣先贤的教诲。第六啊，生贤善家啊，前面讲长生贵家，着重在个长字啊，他这个国报不止一世啊，这个功德利益呢要绵延很多事，像前面讲一百次这个生桃李天，这第六啊，生贤善家，跟前面不相同的啊，是这个福报啊，当然它是一世比一世要差一点。如果他生生世世肯修，那个福报啊，就永远绵延不断啊，一定要靠修德了。生行善之家，第七生德为王，这是享受人间的富贵。第八做金轮王，第九做梵天，生梵天，这个层次就越来越高了。完全看你修福的大小，修福的大小不在乎造像的大小啊，要懂这个道理，是在你修福的那个心的大小。你心量大，造的像小，功德也大；你心量小，造的像大，你得福也小。啊，就不在像的大小，是在你心的大小，是在你心底的染净。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佛法当中啊，真正是平等法。啊，如果说是我造的像大佛就大，像小就佛就小，那只有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修大福，贫穷的人就不能修福报了，这个不平等啊。佛法当中平等，贫穷人有的时候修的福啊，比富贵人修的要超过许许多多倍啊。啊，这清净心啊，要懂这个道理。第十不堕恶道，第十一呢，后生还能尽重三宝，这一条很重要。前面十句都是讲的果报，后面这条是因。这个是佛法里面呢，说果不会把因漏掉，说因呢一定要说到果报。这个说法了才圆满啊，就后生呢还能尽重三宝，可见的他这个福德绵延长远了啊，不是一生当中就想尽。那么现在我们观察这个世间，现前有福报的人，可是你仔细去观察，他的福报几乎很快就享尽了。一世寿命还没有完，他的福报尽了。我们在这个国外看到许多公司倒闭了，破产了，他年岁还不太大了，这就是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
真的世间人，福报能够到两代到三代很少了，现在是一代自己本身能够享一生的福，这种人已经不多了，往往在享福那个时间都很短，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享福的时候不知道利益社会众生，所以他的福报享的时间很短暂。那么这一条就很重要了，享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修福，要知道这福从哪里来的，这佛在经上讲就可以说是完全都说的是凡夫境界，财富哪一个人不求财富呢？不但心里求财富啊，贪着财富，这就错了了。不知道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的，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有财富全心全力布施，无条件的布施，根本不必考虑布施的效果，不必考虑的事情啊，我布施做的是好事，就救人啊。当然我们不是直接去救度，一定是有一些人帮助的啊，我们交给别人去办这个事情。如果别人把这个财拿去做其他用途了，或者自己拿去享受了，那是他的因果，与我不相干。我发的心是纯正的，我得的福是圆满的。如果你要考虑，哎呀，我这个像这个赈灾的钱呢，恐怕被人家吃掉了，不敢做了。换一句话，你修复的缘断掉了。修福一定得福啊，疑虑太多往往把你自己修福的缘断掉了，变成没福之人啊，常常怀着忧虑，常常怀着这些得失，将来感到的是愚痴的果报，没有智慧。所以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去修福当然这修福委托的人也要观察如果不选择不观察，那自己有过失，没有罪，有过失委托这个人靠得住，很妥当，你的福报就圆满委托这个人不妥当你还是有福报，你的福报不圆满而已，不是没有福这个里头的因果很复杂了不是那么容易能讲得清楚的诸位要多学经典要多读多思维，逐渐逐渐呢，你就会开悟啊，你就会明了了，知道自己怎样去修福，是自己生生世世
真正能得到幸福美满。物质生活不缺乏，不缺乏就是福报，不必太多啊。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来生能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真正是究竟圆满的生活环境，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明白了，懂得了，这一生当中这一桩事情啊，那是一定要全心全力去争取的，争取西方极乐世界，其他都可以放下，都可以舍弃。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修学因缘果报啊，才真正达到圆满。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